跟前面蛮类似的，差别在哪里？我先 demo 一下给各位看一下哦。当然，我也是先把它分开做，就刮胡子算底线长、宽、高，那清除是全部清除，啊，再全部一次输出。OK，这样感觉会蛮好的，有没有？哈，你就不用像刚刚要那么一串。刚刚这个的话哦，做完可能感觉是要做很多事情才有办法完成，但是如果可以啦。如果你经常性要需要做这些事情的，那你何不就是怎么样，来做个按钮，按下去，全部就一次帮你做。但是呢，这个难度啊，相对的一定是比较高啊。可是有些东西呢，实际上哈，你可以不用重写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像这个刮胡自串这个啊，这个东西长哈，我是怎么做出来？实际上哈，我是直接拿什么云端上面的刚刚这一串。直接怎么样？复制、贴过去改，改哪些地方呢？基本上哈、哦，大概就是贴上嘛，然后我就把它贴上，好、哦，然后改一下那个，第一个把上面这个名称改一下，加一个底线，对不对哈、哦？第二个的话呢，改哪些地方呢？特别注意哈、哦，你可能要稍微看一下哪些地方不一样，哎，包含就是怎么样，找的那个刮胡本来是半形的。现在变全形，所以你要把什么这个地方改成全形的刮弧，然后这边的话呢，后刮弧啊改成也是全形的，好，这个第一个哦。第二的话，请你把它切回到这个半形的，然后呢，找的东西在哪里？在 B 栏，刚刚在 A 栏嘛，哈，所以把这个 B 把 A 改成 B，应该可以看得懂啊，反正这样浮在上面嘛，反正你就看哈。然后呢，B 是找后面的刮胡，也是在 B 栏。A 不等于零，这个留下来好了哦。然后再来的话呢，输出到哪里？C 栏，所以这边的话，记得把它改成 C。然后mid 一样是 B 栏哦，所以特别注意哦。我大概就是把它贴上，不外乎改刮胡，还有改来源，改输出到哪里，改完了。所以有的时候哈，假如有些程式写完之后啦哈，你可以把它当范本，以后不需要重写。但是前提是你要看得懂，因为很多同学功力还不到那里啦，所以你要自己从头写哈，说可能有困难。但是你至少你阶段性的，你学会复制贴上来改，应该总至少懂那个逻辑，应该可以改得出来啊。不过千万不要太急躁。因为你少改一个，结果就错了。常常有同学发生错误，都不是什么逻辑上的错误，都是东漏一个，西漏一个。因为太急躁了。常常看，我就说就在这里而已啊，有没有？我一眼就看出来了，他怎么看就看不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心太浮躁了。所以哦，你要学。写程式之前呢，可能要先把心静下来。如果你的心静不下来，那我建议你可以暂时先去喝杯茶，回来再看，就看出来了。OK 啊，所以因为很急躁啊，你怎么样看不出来？好，所以一定要，所以这个东西哈，还是需要一点点，就是静下心来，然后要细心的，你就慢慢改。说真的，没有改什么地方吧，只要不改错啦，我想应该没有问题。再来，也许你熟练之后哈，以后呢，你就可以熟能生巧，自己也可以从头写出来了。不过这个阶段可能还需要，不知道每个人功力啦哦。前提一定要记得回家要动手做啦。回家如果你只会 Ctrl C、Ctrl V 哈，我想你以后也只能就找别人的程式了。不过这个也已经很厉害了，有些同学即便给你程式你还不会用，那就没办法了哈。其实你 Google 啦，网络上太多了啦，很多人都会写好放在那里啦，只是前提是。你拿人家的东西，你看不看得懂，会不会用？OK，即便给你了，很多人说真的，你也不会用啊。所以其实说真的，我放在网络上的东西哦，都非常大方，我连什么东西都给你没有关系。但是你可能还是很多人不会用啊。我发现台湾这种软体的这个部分的风气哈，还没有很盛欸。我发现很多东西给你的，它还是一堆问题。哦，那他问的问题，我就知道说他到底做了多少事情。他如果什么事都不想做，什么事都不想理解，就想要捡现成的，这个可能很困难。
好，这里面其实有太多东西需要花时间的。你看这东西没什么，这背后可能有背后十年功，可能是不止哦。OK， 好，所以如果你可以慢慢磨练到一个境界啦，这个大概 OK 了。OK 之后的话呢，那基本上长你做完之后，宽的话呢多一个，多一个 A2， 为什么？往下找，往后面找，好。那高的话我是做什么呢？我是用一个什么呢 ？Index， 这个 Instree 哈，这个 INST 啊的加一个 REV 有没有？因为我是倒过来查，刚刚 INST 啊是从头，那 REV 是从后面找，那不就可以找到宽的吗？好，所以有一个长，有一个长宽高，那最后的话呢就可以输出结果了。那做完之后基本上只是把那个 A 变成 A2 A3， 那其他都一样，好，再加一个清除 OK， 那结果全部一起的话呢就把 A 长宽高全部斗在一起，输出的话呢一次输出三个，那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这样，我把它清除长宽高清除刮弧 OK 就完成了，应该这样就很流畅了啊，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后面应该还要有一个那个制定函数啦，对吧？啊，你选的要啊自己给你藏。不过因为制定函数一次只能返还一个储存格，它没办法返还三个，所以你可能制定函数必须分成三个函数，一个是刮弧长、刮弧宽、刮弧高吧，不然它没有办法说像那个按按钮一次可以输出三个栏位。一次只能一个栏位 ，OK。所以这边的话呢，等一下我也会把它照相哦，也会把这个程式提供给各位参考 ，OK。没有很多，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。那当然这个地方只是从那个前一段程式拿来做那个复制贴上而已了。